色。其实这个老爹鞋穿起来还蛮可爱的，不会大大的那种。然后它近看它的这个，这都是纸滑，它的配色跟侧边的纹路，因为其实这种工啊都非常难做，所以可以看到有些很便宜的老爹，有些是就是做素面的，感觉又会有点笨重。这个是比较有线条感的，然后是做这样，这个是灰色去做车缝，然后这个就算粉色的，好吧，我们以粉色区分它的滚边，然后也是网状的哦，就是透气，这个都夏天穿没有问题哦，夏天穿都 OK 的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粉色，版型正常哦，很好穿。然后另外一个色，这个我们就取绿色的，没错，对，绿色看得出来吧？这个绿，它的绿是耐看的绿，它连那个里面的这个地方就是很美的，有点莫兰迪绿。没错，就是莫兰迪设计，就是颜色上都超柔和，看起来就超美。然后绿色它的这个侧边呢是配了一个深绿的感觉，所以就是不会说整双感觉很绿的感觉，它就完全都做一个配色系这样子。然后也是这样低筒的，穿给你们看，这个也是很好穿，真皮，是穿起来脚很小的。没错，就是比较秀气一点，对，比较秀气的老爹鞋，这你们穿了会爱上它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夏天很多那种 T 恤类的啊，那种宽 T 啊，或是你们刚刚买那种休闲套装，我觉得就是搭了一双这种简单的这种老爹鞋就很好看。右边这只脚是粉色的，这只脚是绿色，哎，穿起来真的很好看。而且真的很好穿，那个底是软的，底是软的，好吧，所以出去玩的话穿多的。可以哦，赶快，才1090，真皮，全真皮，对，全真皮。而且我们鞋子比较不会到处都有，所以你们有喜欢的话，就是编号、颜色、带数量，很好看哎，像这是老爹鞋的天下。哦，慧茹，我看得懂你的意思，就是他平常不美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开这个玩笑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啦。重点不是我的头发，重点是我鞋。编号10，哎，不是，编号多少？10啊。这双鞋很好看。